中华杯棒球本区预赛，国中组也就是青少棒组的比赛，今天在市里棒球场进行了三场。第一场光荣国中以7-2战胜了红六队，第二场比赛以前年世界少棒冠军国手，也就是台北市队的简志成、李宗旭、吴宏毅等为班底的华新白队，以猛锐的攻势打完四局就提前结束，以10-0轻取万华国中队。今天的第三场比赛，福中国中以9-7打败